七号上午，记者在斗门汽车客运站看到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载满旅客的大巴在客运站停车场停下，旅客们拿着大包小包行李急急忙忙地下车，根据出口的指示牌走出客运站。据统计，从16号开始，斗门长途客运站迎来了节后返程客流高峰，平均每日返程客流有1000多人，其中7号迎来客流最高峰，当日返程客流达到1500人左右。返程旅客主要来自广州、深圳、东莞等珠三角城市，其次是粤西、广西等地。为进一步巩固得来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，我市强化和延续部分航展期间的核酸检测筛查措施，其中两站一场一港口落地核酸检测实施期限延长至10月14号24点。目前斗门汽车客运站内设置核酸检测筛查点，对返程旅客提供核酸检测服务。高速方面，记者从江苏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了解到，今年11假期的返程车流在5号已经开始增多，返程高峰出现在7号，早高峰在上午10点至12点，晚高峰在下午3点起，持续至晚上12点。平均这个从1号到目前7号吧，可能就是日均来说，可能有个28000到29000，基本是持平的。因为我们这个通车之后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高接高，高接高的话有大部分的车流就是直通到西部沿海这边，西部沿海这边也直通到我们江苏这边过去了，就不会出现一个大量的一个拥堵。为有效应对返程高峰车流，确保收费站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新斗门收费站12条车道全部开放，并加派充足的人手做好现场交通疏导工作，同时也安排技术人员驻点现场，随时提供技术支持。据统计，截至10月6号，经新斗门收费站出入的车辆达16万多车次。